院儿已经说的不听说了，太劲爆了！心外科都炸锅了，现在估计全省要没有不知道的。谁能想到高院长和徐医生居然是亲父子？徐医生他妈在医院闹的，晕过去了。怪不得他们科室重点培养徐清风呢，医治中心那么大项目就交给他了，拼爹呗。 贼呢？啊，方贼呢？不觉得奇怪吗？对门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这人还没回来呗？那大夫早出晚归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哦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对门来了？说，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情况？什么情况？那对门关心一下怎么了？那，哎，吃你芒果干吧。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这晚上这坐立不安的行为好不好？哪有什么坐立不安的行为啊？吃你的芒果干啊！我睡觉。你那个看完关电视啊。走什么呀你？睡觉。奇怪。你。 好吗？哎呀，不行，这问题太明显了。你还在医院加班吗？啊，这样也不行吧？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